妈种的菜好漂亮啊。一大片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哥，今天回来上娘家。来这里帮挂一头猪回去，我妹那里今天做久了，挂一头猪回去做烤肉。肉啊，你看，现在进那个阿叔那里养肉。我们在这里你进阿叔没有？进了，他进去了啊。进了是吧？啊，我们现在开头这样去拉回去，啊。学哥的手扶拖拉机，等下拿来拉猪。就是烤猪过来，找烤猪。就这样，随便你啊，你叫要哪个就哪个啊。左右三百斤的，选中哪条？那边呢？勇哥说要那边那个。拉这个猪笼来太小了，以前养猪的养两百斤都算大了，三百斤多多。现在要换一个大的。拉全部了，站的都行。啊，真是想不通啊，这个鸡它是怎么爬上去生这个蛋的，哇，太神奇了。那得弄空啊，三百斤啊，我就养只鹅俾你嘛，只鹅，只鹅，你叫哪个过来？过来，拎着起来，拎着。炒完这种饭吧。三九八。嗯。江巨龙了吧？嗯，江巨龙了吧？那边江巨龙在玩露台啊。没江你会跑啊？
了吧？他的师傅都没来。帮菜送来。交通都大。看看来我这边了。之前我们卖不有个波通咯，大草鱼哇哇，好大哦！这晚上做鱼生，鱼生哦，敢吃吗？不知道敢不敢哦。这都带了，被他搞烂去了，这鱼太厉害了。哪里的鱼？和平鱼。哦哟，真的好大！送水养的，送水养的，这拿一个大桶来的，人家。好，你把条鱼没得吗？大鹏。三条26斤差不多，成斤条有8斤多。哎，草来又能打痛了。还有鱼仔哦。10斤的小鱼仔。这个是小白条吗？不是吧，这全是肉的，我这鱼仔。怎么放这里先？我把油拿下来先。开始准备炸了哦。煮着的呗。在这里切菜好阴凉啊！杀猪的人还没到，他说要等他那边的人来杀，我那不理他去啦。我们的赵芋头啊，什么那种小事情，我们都把它做完出来去了，不理他，等到了我们再杀猪了。好了，忙着先来，拜拜。